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今天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，阴天啊。今天有师傅过来帮忙新房这里装门啊。上次装了几扇门，今天也有几扇要装一下。现在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。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安一扇这样的门，这样的样式啊，这样的款式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给点意见啊！我觉得是蛮好看的。你真会！你看，可以了啊。下的阵雨啊，这地里的那个草要好拔很多，要拔干净一点，花生长得快一点啊。啥个毛不弄好，还是这个弄好蛮好的个。这是个毛啊？还搞了八床床的，弄做点毛个。讲出个？讲出个，一毛毛一种个不卫生个，不卫生个，那个毛不掉。毛啊！一双新一个，啊。这有小东西，能摸弄好。哇，这是你摸来个，要谢谢弄好啊。我都记了个摸来个，口有阿哥摸弄的个摸头。这是养红个吗？你穿这个我也给自己有呀。头耶，我是哪一个？不了不了，因为我阿哥呢，我就耍好不？耍不你不耍呀？不了不了，你放下，别我给头发做事啦。我头发做事了啊。
今天做个蒜蓉蓉小龙虾，先处理一下大蒜啊。我要跟来香香的起来耶！哎呀，你家贼吧？哎呀，是那个你奶奶，你懂的懂老师。哎呀，这老啊，这香香到起嘞！那这个我传点出来点，我传点。我要你传点，你点的原因啊，也多。这帮多累不？帮多记得个了。他记得就对，我也多说。你知道哈？妈妈，这个老蛮老的油壶来到我手的，蛮老的，洗了。那不好吧？应该大把的，怎么也新的管？哎呀，哎，啊，这个阿弟这个了，阿弟，第一单我给你买的羊肉。大爷，俺比赛，不是那啥。想想这个，哎，你来，我的八一点的。慢慢点，慢慢点。慢慢点，还多白嘞。刚才吃这个的鳜鱼。哎呀，你这还长鱼的。儿子这么喜欢吃，可喜欢了。已经烤了嘛了，怎么口感还看不出来耶？嗯。哇，长鳜了。哎，好绿耶绿。哎，给。那不绿吗？干吗？慢慢煮的哦。嗯。哎，叶平平了。哎。慢慢煮的晚上的。你们弄的我都搞爽了，不？今天晚上吃的。俺咋吃的？是啊。也好点。也有的，反正你不得也得到，你只要背过你，也没那几个半点就背过。